好，歡迎大家今天咁多位嚟到呢一個 Cap 嘅 Music Gallery 啊！好，咁啊，首先自我介紹先啦。咁我係小七啦。咁啊，係呢一次Cap 呢一個嘅 2.1 睇戲嘅靚聲活動嘅主持啦。咁不如我哋有請阿基哥出嚟同大家講下今日我哋會玩嘅器材先。我哋今日其實主角咧，我哋想講一講我哋嘅50m，係一對驚天地泣鬼神嘅喇叭仔。係。我哋做咗個吸音迷宮，去改善咗一個背向嘅雜訊，620Hz以上的所有音頻是可以吸收了 99%， 我們用了也都是在 UniQ 系列最新的第12代。為什麼會有個這樣的菊花在這裡？高音發聲的時候，所有的雜訊失真擴散了它。玩超低音的道理呢，就不要 一本天書看到腦，千祈不要說我們一定要在多少個 Hertz 裡面 cut 了它，要剛剛到剛剛多少個周頻或者100周頻給了低音，玩 AV 就對。要玩 2.1 呢，玩一點毛招，借一借個超低音和個 中頻加大它。其實這個玩法呢就真的是 2 channel 玩法來的，基本上如果你因為一經 AVM， AVM 一玩分頻呢，其實就已經是一個家庭影院的 system 的玩法來的。但是現在這個呢，其實就是本身如你本身 2 channel，你一定是玩全頻的啦，你的前置是不是先？跟住之後，你要找多一隻嘅手鼓法嚟去幫助翻嗰個中低頻，令到人聲啊或者係其他嘅位置可以 punch 啲，可以令到嗰個量感豐富啲。但係頭先嗰啲槍子彈聲，你有幾下咧中人嗰幾下咧，其實你都會聽到嗰種卜卜聲咧。其實基本上都似我哋平時玩緊家庭影院嗰啲效果嘅。其實呢個 LS50m 真係好易推啊！你聽到佢係好容易推得到嗰個好闊嗰個聲出嚟。而家咧，我哋呢度聽歌咧，呢一個咧，我哋會係 LS50m 加呢一個 KC62 嘅最後一個示範嚟噶啦。跟住落去咧，我哋就會轉咗做 R 系列，就再聽翻同一首歌。For at last, I have learned to be strong。 啊，你只 KC62，你仲要擺前邊喎？你不如擺落個頭啦，你不如點點點啦，點點點啦咁。咁但係我哋就，即係我自己試過62，所以我都有啲印象。咁我都話，咁其實呢一個玩法基本上都係我本身係要聽歌嘅，我本身係會睇埋戲。講真，睇戲呢一個咧係有個兩難位嘅，好似佢哋咁正嘅，梗係可以一個人獨霸天下啦，我炸到天昏地暗都得。但係其實有好多人，包括我咧，其實係唔得嘅。你冇手鼓化個感覺，你係好唔似睇戲嘅。咁所以喺呢一個方案入邊，喺呢個玩法入邊咧，其實就正正有一班好大班嘅朋友是會想咁玩嘅，轉呢一個 R5 加呢個 KF92 啊。整個坐地，再加埋你嘅手法，成個單元都係兩回事嚟嘅，成個體感啊都唔係之前嗰個效果。咁所以你屋企有翻咁上下大咧，呢一個玩法係相對比較實在啲嘅。咁但係你話我細細地嘅話，我屋企擺到書架嘅話，咁其實呢一種玩法亦都唔失禮咯，我覺得就。我哋希望咧都可以喺今日呢一啲嘅章節入邊咧，俾大家 feel 到啊呢一個我哋今日特登揀呢兩套系統俾大家嘅。咁我老實講，有好多師兄咧可能冇出聲，但其實自己心中有數噶啦。即係 even 啊，哦，可能你會都會知道啊，邊套啱我，或者邊套其實我都想買，不過可能我屋企未必啱。其實好多嘢都係妥協嘅啫，呢個世界係咪好簡單？咁好同唔好咧，你哋可以咧。即係自己有個定論之餘咧，其實我都好希望大家咧可以翻返我哋 forum 度咧去分享嘅。